大家好，我是 Peter， 今天要去 Scarborough 搞事情，现在呢先来买杯咖啡喝，到时拍一些 video 给大家看吧。就是我身后面这间咖啡店帮衬了很多年了，现在呢已经到了太古广场了，就约了朋友在这一间兄弟咖啡面包铺那里等他见面。开了很久的这间店，3-5 PM，我朋友嚟咗啦，佢介今日咧就特登带我嚟一间新起嘅餐厅，茶餐厅，华星餐厅。咁唔同嗰间喎，呢度有另外一间又叫华星餐厅嘅。咁呢间佢话咧就香港嚟嘅，Tommy 咯，喺多伦多唱歌搞音乐嘅，一定识佢噶啦，好出名嘅。你介绍我食乜嘢啊？你想唔想食嗰啲拉面？佢呢度有呢啲嘅。乜都有係嘛？拉面又有，你睇你需要食乜嘢？你平時嚟食乜嘢㗎？我好多時食呢啲嗱，呢啲一個你嗱你即係等於嗰啲拉面，啲湯底啦，攞咩湯啦，咁啊，攞咩汁啦，咁啊，你可以計咯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係嘛？嗱，佢兩款餸咧就撒落幾，三款餸係3磅。哦，咁好啊，好啊，咁啊，價錢又係啦，好啊，好啊，黑手貴食，啊，仲有杯嘢飲。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嗱，就係呢間華星餐廳啦，華星冰室香港啊，寫住。呢個就係個 menu， 佢有個主菜 menu。有個叉燒炒蛋飯添。我終於見到我嗰個油麵啦，不過可惜咧，佢嗰個牛腩乾就賣曬啊，咁冇辦法啦，就叫咗花枝、魚蛋、同埋嗰個豬皮。依兩幾樣餸咧都幾好食，幾過癮嘅，要嚟多幾次先得咯。Tommy 話呢間係香港嘅，所以你見到佢大個招牌寫住香港喺個天花板度。咁咧依度就係嗰個啲嘢，下次再嚟過再食佢其他啲嘢先得。喂喂喂，啱啱放翻咗啦，星期日11:30。咁我個餐咧，我哋個餐咧就係包一個飲啦。咁我而家凍奶茶咯。咁呢個就係 Tommy 嘅沙爹出全一丁牛肉。幾好嘅大佬，好香港化。啊，有兩隻雞蛋，兩條腸，有麵包，再加埋一個牛肉嘅7.1元，先得11.1元，但未計税嘅小費，幾抵啊！幾街坊啊，係啊。呢個就我叫嗰個麵啦，佢有好多種嘅，有4種嘢你加，咁你唔使話加4種，你可以加10種、6種，咁但每加一樣咧就要超過3樣咧就要俾3蚊加一樣咯。但係3樣都應該好夠噶啦，除非你係好大食、好大食，同埋好多嘢你都中意。唔好意思啊，因為碗面咧太大同埋太熱咧，我冇辦法咧捧起嚟影個相俾大家睇。因為咧好多朋友話咧，依度有 YouTube 幾千個啲介紹食嘢嘅地方，佢話如果你唔影埋你幅相同埋啲食物咧，佢哋有時未必會睇你嘅，唔知道 miss 咗係嘛？咁今日咧就冇辦法啦，今日咧就係好我嘅相，咁希望你哋唔 miss 到啦。呢個就係我叫嘅油面啦，花枝丸、魚蛋。咁咧本來咧就想叫牛腩嘅，但係牛腩就先同大家講賣曬啦。咁啊叫咗牛扒葉咯，食啊好開心啊！希望你喜歡今日呢個視頻啦，記住俾個 like 留言留言。食完啦，咁而家咧去另外一間咧麵包店嗰度睇下。呢個咧就係 Denison Center 啦，入邊咧有好多地方嘅，去睇下啦。我依個我都未嚟過，依個第一次嚟依個 Denison Center。哇！依間 Denison Center 都幾闊落嘅喎，大佬。我第一次嚟咋，你話幾離譜咧？嗬！呢度咧有個 food court 嘅喺度，下次咧嚟呢度試下咯。咧而家就去間 bakery shop 度。哈哈！我喺度咧買咗2條紅劍魚，但係咧佢今日佢魚缸入邊嗰啲紅劍公咧就冇曬啦，得乸即係冇所謂咧。反正我屋企仲有紅劍公喺度，咁。幫佢揾多2個老婆啦。我
好喜歡養魚，我小就喜歡養魚了。我一出世其實走我家裡花園那裡有個噴水池，那裡養了很多金魚，我小時候很喜歡看的。你看現在麵包鋪的人排隊排到多到不得了，於是沙緊趕去回家這樣子。就是這間 Denison Center 了。哇，已經爆了今天的事情，好累好累，現在回到家了，太累了，不想出去吃東西了，所以經過一間燒臘鋪買了叉燒回來，今天又煮叉燒炒飯，雞蛋叉燒葱炒飯給自己吃，吃到肥仔這樣。現在就先去煮它先，要差不多成20多分鐘的，要因為等啲飯熱嘛。先先咧爆翻啲葱，我最喜意吃葱噶啦，姜葱蒜，我很多朋友不喜意吃嘅。因為太攰太攰啦，所以咧我就唔將嗰啲雞蛋擺落倒落個碗度，慢慢打勻，我直接落鍋嗰度炒，反正係炒飯啫嘛。見唔見到我啲叉燒雞蛋葱炒飯啊？我成日都整俾自己食嘅，好簡單，好簡單。如果你想知道怎樣做呢，就去那個目錄，就是 Creative Playlist， 選去排領正快煮食天地，找最新的兩三期就有去的了。看看幾快手，一個懶人的叉燒蛋葱炒飯就搞定了。炒飯整好了，現在等它涼一涼就吃的了。在這段時間先跟大家講講，今天去那間華星餐廳，大家記住是要在 Denison Center 隔離附近那間才是，因為我朋友說多倫多和 Richmond Hill 有幾間的都不是一樣，這間才是香港來的，因為我又不知道，你記住這間是香港的。今天我叫的東西就是我朋友提議我吃的，就是那個你自己去選擇的東西咯。但是我覺得就它的 concept 就好像跟大即是抄大陸那種米線之類的，OK 啦，沒什麼太特別咯。我下次有機會我就要試它那個咖喱牛腩焗豬扒飯，因為這些這麼大路的貨你一試就知道那間餐廳有沒有用心，東西好不好，還有廚師煮得好不好咯，慢慢去試一下咯。好啦，希望大家今天喜歡我這個視頻啦，給個 like 啦，留言啦， share 給你朋友啦，記住訂閱喎。好啦，下次見啦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，拜拜。